今天这个风好大啊！哎呦，今天是父亲节啊，也祝天下所有的父亲啊都节日快乐。然后现在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土豆先。没有长，没有长，失败了，失败了。哎，这里怎么会死了？你看它长了这样子，怎么死了？它是这样子啊，长不出来了。这个这里也是，这个芽都那么长了，现在枯萎了这芽。今天太阳不光大，这个风也大，呼呼的响。现在我们去买点菜回来煮吧。今天是父亲节嘛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，有些话我都不知道怎么跟我爸说，开不了口啊，只能通过视频祝他节日快乐吧。买菜哦，这样嘛？有啊，今天好像精神好多哦。买这样嘛？买点菜啊。买什么菜？那都没有了。你看，买芹菜啊。买什么菜啊？买芹菜。吃什么嘞？我懒得煮，那么热。要不要我去？节日快乐哦！今天也是你节日吧？有没有什么礼物啊？好像今天不是你节日吗？不是我节日。凤爪，这个要多少？你就煎吧，多少钱？你煎这个？28。再要个烧鸭，我买半边烧鸭就给我救一下。这是田螺啊，看到？这种就是田螺啊，不是福寿螺啊。搞点田螺去炒呀，好久没得吃这。1块钱，一把，不要那么多啊！要一把就够了。给舅舅买点菜，还要给他。拿两条蚊香。王伟老王啊，爸呢？爸，你干嘛了？去找姑了。哎，这里烧羊吗？我被俺俩帮你买小白狗，真把我熬的没家了，真的。你怎么遇到我？冬天的你买啊？这个老呢？啊，这个老呢？冬天。东西，来，嘿，烤烤完了？完了。蒸汽出来了吗？没有，还没蒸。来，现在爷爷不是有两头牛了吗？是的。准备跟爷爷放牛啊，还用看啥成绩先？是不是？烤的怎么样？你感觉怎么样？哎，不怎么样，放牛，哎呀，是吧？跟爷爷放牛啊，放牛也有前途的，是不是？一头变两头，10年以后你就是咱们村的女首富了啊！奶奶去找那个啦，找鸡荣俊啦，找蘑菇，还没回来啊？没有，上次跟我舅去买这些草鱼来养，现在这个浮漂，你看都越来越少了。这个草鱼真的是就是吃这种浮漂的。如果这里这个鱼塘里面全部是养草鱼的话，这一点浮漂都不够他们吃。阿弟，你在这里干嘛？辣椒不够，这辣椒不到了。上个月我吃的都还没辣，不知道现在辣了没有？有辣味了！哇，这紫边椒，这叫什么？田螺不扣，辣椒来凑啊！烤多点辣椒，烤点备菜下去。打来了，回家了。回家了。回家了。
家收衣服啦，准备要下大雨了。今天呢、啊，牛啊，太烫了。不辣，就是不辣，不够辣。为什么你们想什么？小伙计打电话叫他，他们去外面聚了。你不知道他为什么，他为什么不理你呢？发点红包给他吧，就行了。然后我们就开始了。二堂哥呢？堂哥可能今晚父亲节，可能不知道去哪里。那老谭呢？打电话问老谭一下。老谭跟他一起哦。现在啊。可以，跟他一起开会，在这里。哦，那我们就先吃，等我姐跟我姐夫他们要晚一点才会来。这个可以吃了没有？他们也回那边，回我姐夫家那边过父亲节的。这个可以带过来吃了没有？这个不能吃了吧？不懂，我也不懂。行了啊，这个咱们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，然后咱们就开始改动了吧？啊，吃饭。拜拜。